们今天其实真的很想要拿一次送给他，对，我今天情绪都比较大一点。再喊最后一个啊，一起欢迎玉书喊好不好？好，对，一喊一二三。Yeah! 全明星神兽回归，江宏杰锅底翻身，林玉书退赛，国歌爆哭，想拿一胜送他。没有苦练不可能成功啦，永远记得这句话。没有天才这件事情，天才世界上就有一个啦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比尔盖茨啦，但台湾也有一个啦。阿西拉 baby 啊！全明星本赛季最后一次团赛，战力补强正式登场。红队本周追平黄队成绩，同样拿下14座奖杯。我们要把奖杯一杯一杯的拿回来，然后超越其他队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快的速跑！哇！很早就起跳了，七早八早就先跳了。成绩4.89。谢谢你。力求打破自己跳远6.06纪录的曹佑宁，在第一次试跳筹板失败，为了团队采取保底跳法。可惜的是，黄队的状元 Zin 两次机会都因为筹板被橘红旗以0分收场。Blatt 即使新竹的轰金套，这头的张家生逆风飞翔，即便那里起跳板还有一段距离，一样打破了纪录。这个速度非常的快。而且张家生他的起跳点其实是距离起跳板蛮远的，对自己的这个弹跳力非常的有自信。成绩6.17。记录在那边就是要让人去打破。然后嘞，咱们家生顺利拿下 MVP， 哎，别忘了已经入围6次的车杆，连续4季拿下龙舟团体赛的红队，同时也取得跳远的胜利，毽球项目则由蓝队夺下。红队本周败北收场，节目尾声大会也宣布残忍的决定，林玉书因为脚伤关系必须退赛。虽然我很想要留下来，可是赛季要走完了，然后奖杯数也越来越接近，我不想要因为自己的自私让我这个没有战力的人继续留在这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先离开会比较好。国歌我真的很抱歉。运动员最辛苦就是跟上头相处，因为其实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去克服这些东西。我们今天其实真的很想要拿一胜送给他，对，我今天情绪都比较大一点。从现在开始注意听我口令，不要想其他有的没有的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就注意听我的口令，专注。你输了吗？没有。头抬起来，不要每次一失败就在闷闷不乐，干嘛？比赛稳赢的吗？还有一趟。比加总。有奖啊，有奖有奖啊。今天的结局要讲你们自己决定哦。运动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那如果对他来讲身体负担这么大的话，或许有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调整休息，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，然后也希望你把放养好。黄队永远都会留他一个位置，他永远都是黄队的一份子。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带着他的这一份力量继续奋战下去。玉书加油，我们大家都爱你，就是希望你可以知道这一点。我觉得你让你知道说大家很爱你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再喊最后一个啊，一起欢迎玉书喊好不好？好，对，一喊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优秀。